迎收看托根小编不是 M 小编的日常。因为最近呢，他非常的喜欢躲在洗手台下面，所以我们决定帮他洗个澡。他也不晓得他在洗澡，待会就知道喽。今天蛮热，刚好热热的，在入冬前洗衣服。洗澡前呢，先帮他修个脚底毛。哦，左边把它理干净了，看得到脚底了。这是右半边，这还没理的，都看不到。毛都出来。终于看得到它的指甲，这样。好，我们就要帮 M 洗澡。准备喽，进来。进来。刚好我觉得洗猫有一个诀窍，一定要温柔，耐心，因为你越害怕，然后反而它会越紧张。毛屑直接卡在洞上了。十次的毛这么多费。就是我们才刚梳完它，还不脱毛。对。好，再来。还有第二次。刚刚是预洗，现在是主洗哦。对。好，对。这个洗猫的它是没有味道的，不会过于刺激，还蛮温驯。不要让，因为他们猫咪对味道好像蛮敏感的。刚好这个下午的时间它是比较热的，感觉它只要平衡得了自己，它就不会慌。4公斤，大概有2公斤在我的手上。海底酒啊，我想要带我一个福。加强一下。可以。着重加强了，渐入佳境哦。好小心啊！你看一下我的手，不小心。把你擦干净喽！你要原谅我们，洗干净吗？那我们不用水冲头，因为耳朵进水会旁边会不舒服。宠物专用湿纸巾去做，对，帮它的头擦一擦就好了。那么这里有太阳，啊，很像毛笔，新的 M， 我发现风量不要调太强，它是可以配合吹的。耶，刚讲完就跑掉了。你的脚这边还很湿。Emma 还没。Emma。鸡蛋腿。哦。对，你是骑挡车哦。哎，那你过得进去，那么一些我们的食物，你现在心情是怎样？有点忐忑哦，有点忐忑，很不爽啊。
这也要强光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去干一下吧。好累啊！就是家里很多地方放干净的水，它都蒸了。好掉，这是目前刚洗完澡，我们再梳一下他的肺嘛。哇，还有这么多哎，自己闻。怎么？不要舔啊！帮他的头稍微擦一下。不只是他很累啊，我们也很累。洗澡是一个双累的一个过程。诶，露妮奖励来喽！你鼻子上也有啦，沾到鼻子了啦！鼻子啊，你先舔一下。哎呀，哎，不要，不要咬的。好，洗好了有没有？用我的手上，不要咬我手。会不会？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。今天是主要是记录 Jenemy 第一次帮 M 洗澡。那如果有想看更多 M 的日常的话，欢迎留言跟我们说哦，拜拜。